找到盖板，圈出针眼处安装门挡。最小自攻螺丝连接门挡，门挡靠左且靠后，盖板除圈出小孔外，其余非穿的孔内拧入偏心螺杆。找到左侧板，偏心孔朝右，圈出小孔靠后且靠上，对准左侧螺杆插入。偏心孔内放入偏心螺栓，顺时针旋转锁住板子。找到右侧板，偏心孔朝左，圈出小孔靠后且靠上，对准右侧螺杆插入。偏心孔内放入偏心螺栓，顺时针旋转锁住板子。找到左中束板，偏心孔朝右且靠下，对准偏左侧螺杆插入。偏心孔内放入偏心螺栓，顺时针旋转锁住板子。找到右中束板，偏心孔靠右且靠下，圈出小孔靠后，对准靠右侧螺杆插入。偏心孔内放入偏心螺栓，顺时针旋转锁住板子。找到大层板，红面朝上，两侧孔位对齐左中束板上方穿洞孔与右中束板中间穿洞孔。3.5厘米自攻螺丝连接左右中束板。找到小门板，上下方非穿洞孔内安装金属销。凹槽朝下，下方金属销对准盖板右上方小孔插入，左中束板右侧后方靠下小孔内安装金属销。找到小层板，红面朝上，小孔靠右且靠后，侧边孔位对齐两侧穿透孔。3.5厘米自攻螺丝连接小层板。另一块小门板同连安装，右中束板右侧靠后上方小孔内安装金属销。找到大门板，大门板上下方小孔内安装金属销。大门板凹槽朝右，下方金属销对准盖板左上方小孔插入。找到底板，红面朝上，圈出小孔靠后，两侧孔位对齐左右侧板上方穿洞孔。3.5厘米自攻螺丝连接底板。找到后背板，白面朝后，对准锁丝框架摆放。另一侧后背板同理安装，并且使用小钉子固定后背板。找到前挡板，中间小孔内塞入木塞，凹槽朝上，木塞对准底板中间靠后方小孔塞入。3.5厘米自攻螺丝连接前挡板，整体摆正。